这个是一个啊、哦，这个是一个纯点 proto-tit，然后呢，还有一个 s o r e r 点 proto-tit。咱们再来看一下，在这个 s o r e r 点 proto-tit 啊，大家需要先写这样一个东西，先指定成一个你的 net 是等于什么？这个 net 是什么？我们看啊，它是等于我的 face-detail 下的一个纯点 proto-tit，就是咱们的这个文件嘛，在 server 里，咱们先需要指定好你刚才写的那个网络配置文件啊，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的。 然后呢，一个 test iterator 就是说，嗯，咱们要隔多少次进行一个测试呢？比方说啊，呃，不是隔多少次进行测试，就是说你一次测试啊，你要测试要迭代多少个啊、呃？这里给大家这么写吧。呃我还是复制不复制不过来，我就写在这儿写吧。test，我们对 solver s, OR, s o l v e r solver 文件，solver 文件里边啊，咱们需要指定了一个叫做 test 啊、呃，我就直接这么写吧。i t e r i t、e、R t e s t iterator 就是说，嗯，咱们一次，咱们一次测试要测试多少个 batch？比方说啊，你这个 test iterator 它是等于十，就是说，咱们一次测试啊是测试十个 batch。那么，比如说一个 batch 是等于十六个，那么一共咱们就测试一百六十张图像。那么，通常情况下，咱们让这个值等于多少呢？ 最好啊，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呃，你的一个环境啊，运行速度还算可以，咱们能把这个东西跑跑起来的情况下，最好啊，就是让这个 test 一个 iterator 再乘上咱们的一个 batch，乘上这样一个 batch size，让它是等于一个测试集中样本的个数，让它是最好的样本。 样本总个数吧，为什么要这样呢？咱们来想一想，咱们一次测试集是不是说我最好是要能把你所有的测试样本都跑一遍，这样能够最具有代表性啊？那么可能有些情况下呢，咱们来看这里，我的一个一个 V r Validation 里边是有多少个？是有八千多个吧？所以说最好呢，就让你这个 Test。 iterator 再乘上咱们刚才指定出来的这样一个 batch size，让它俩的一个乘积啊，是等于咱们的一个 validation，就是你比方说你验证集是有多少的，咱们就让它乘积是等于多少，这样呢能让咱们一次测试啊把所有的把所有的测试数据都跑出来，所有的测试都跑出来之后啊，咱们这样哎能够使得咱们测试数据啊它更具说服力一些吧。所以说，嗯，这里就是说 test iterator 咱们需要手自己手动的给它指定一下。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为什么？ 老师，你给它指定成十了呢？你是不是在，在啊？就是说指定成十什么意思啊？指定成十的意思啊，就是说我这个计算机啊，性能非常非常低啊，我要指定成太大了，一会儿会跑不起来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给它指定了小一些啊。大家自己玩的时候，如果说你的设备比较好，咱们就按照刚才那个公式去玩就可以了。 test 这个 interval 的意思啊，就是说咱们间隔多少次进行一个测试。比如说，咱们训迭代训练个五百次，咱们进行一个测试；迭代训练个一千次，进行一个测试。这些啊都是可以的，咱们可以指定自己想要的一个值。通常情况下，咱们让一千次是做一个测试是比较常见的。测试的时候呢，咱们也可以去实际的看一下当前测试的效果是什么样的。 下面这个东西啊，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学习率，base learning rate，我给它指定出来啊，在这儿来写吧。这个 base 一个 base lr，一个基础的学习率啊，这个东西啊太重要了，因为咱们最终模型，咱们最终啊模型效果的好坏啊，很大程度上就由它来去决定。学习率啊不能太大。 不能太大小一些稍微可写，但是呢也不能太小，但是啊一定不能太大。你这个学习率啊太大了，肯定是最终模型是没办法收敛的。为什么呢？咱们来画一下啊，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咱们这个梯度下降或者说迭代优化，相当于做了一件什么样的操作、啊？是不是说，哎，这个图画的不好，重画一个。 嗯，画一个这样的图吧，就是说，相当于咱们是一个人在一个山谷上，咱们要找到一个最低点吧。这个最低点就相当于咱们是一个收敛的点，是相当于咱模型收敛了。那么，如果说你学习力太大了，你这一步迈太大，直接迈到这儿了，下一步直接慢慢跌，哎，最终找到一个收敛点是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相当于什么？这个位置相当于一个局部最低点吧，但它不是全局的最低点。很有可能你的学习率太大了，你就把这些全局的最低点给略过去了。所以说这个学习率啊，你不能设置太大，要设置成一些比较小的值。通常多少值呢？这个零点零零一啊，是咱们比较喜欢的一个值啊。咱们设置成这个值啊是比较不错的。那么为什么是叫一个基础的学习率啊？因为最终的一个每一个层它的学习率是由什么样指定的？ 是由你一个你基础学习率再乘上一个，咱们这里比方说指定了，一指定了乘二，还要拿基础学习率去乘这个一乘这个二来得到最终的一个学习率的这个值啊，太关键了啊！大家就是说在复现的时候啊，如果说大家不希望改，咱们就别改了，因为没准你改改这个学习率，就使得你这个模型啊没办法收敛出来了。那么下面一些参数啊都比较简单了，就是说一共迭代多少次呢？ 比方说，一共迭代一个十万次，然后还有一些权重衰减的，像权重衰减指标这个伽马指标，还有一些，嗯，咱们的一个每隔多少次咱们进行一个模型的保存，在这里啊，我指定了每隔一万次我进行一个模型的保存。这里啊，大家还需要把它改成一个自己的文件，就是这里啊有这样一个 model 文件，这个 model 文件里边呢，一会儿就要存上咱们训练的模型。所以说，在这里啊，咱们需要指定一下自己的模型是在什么样地方进行训练的。 后面呢有一个 s o r v e r m o d e s o r v e r mode、啊、就是说你用 CPU 训练你就写个 CPU，你用 GPU 训练你就写个 GPU 啊，用什么训练就写成什么。那么这里啊一会儿咱们要训练啊，为了咱们训练的速度稍微快一些，我把它进行一个改变啊，我给它改成二，因为呢如果说改成十六啊，大家可能等得太着急了，训练迭代起来、啊、太慢一些。这个 solver 的看一遍，没什么毛病吧？ 好，没什么毛病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打开另外一个脚本文件了，就是这样一个寸点 sh。其实啊，这个寸点 sh，哎呀，怎么通过这个打开了？如果说大家不想把它写成一个点 sh，咱们也可以直接去调这个命令啊，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通常情况下呢，建议大家把它写成一个点 sh，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在点 sh 里边啊，咱们写了这样一个东西，我们看、啊，先是这个也需要大家自己改、啊，先需要指定。 大家的一个咖啡的安装目录就在咖啡的 build 还有 tools 咖啡下面找它的一个 r i n 然后呢让它 r i n 什么杠杠 server 找它的一个 server 文件，server 文件给它指定好就是咱们刚才打开的这个 server 文件它的一个路径。那么后面呢还有一些可选择的参数。 这个可选择操数啊，就是说，呃，你当前的这个模型啊，你是想从头开始训练，还是想接着某一个模型进行一个翻特征操作呢？如果说你是想从头训练，那么咱们就写这么一行就足够了。如果说你是想接着去训练啊，咱们也可以写这样一些参数，比方说刚刚为此，刚刚为此就是等于一个，比方说你已经有了一个什么什么 c 啡 model，你可以接着这个 c 啡 model 啊进行一个训练的。但是有一个要求啊，就是说。 这个 c o f e Model 必须是跟你训练的当前配置出来的这个寸点 T I T 里啊写的这个 c o f e 啊写的咱们的这个参数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咱们才能去做这样一个 turn 的操作。如果说你使用 G P U，你还可以指定用哪块 G P U 呢？可以杠杠 G P U 零零一二三四啊，或者是杠杠 G P U a 都是可以的。那么现在呢，咱们就来去训练一下。 S 我 s h s h 一下咱们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一个春点 s h s h 春点 h，咱们来看。现在呢，咱们如果说你的卡 f 安装好了，咱们就可以进行这样一个训练的操作了。在这里呢，它会啊去先去读你这个搜索文件，在你这个搜索文件里边呢，找到你一个你的 net，然后呢，基于这些你写的参数啊，就是训练一个你这个 net 里边定义好的这个网络啊，还会帮咱们把数据源加载进来的。 现在呢，已经开始训练了。第一开始啊，它是什么？一开始它是先会进行一个测试。现在测试呢，一个 accuracy 啊等于零点四五。为什么等于零点四五啊？因为咱们是一个二分类嘛。二分类你瞎逼蒙啊，也能蒙成一个百分之五十吧。它会帮咱们打印出来一个 test net 的一个 accuracy，以及呢当前 test net 的一个 loss 是多少。然后啊，它会进行一个训练。比方说第零次训练，它的一个 loss 是多少？ 现在啊，这是第十次训练了，因为我诶、哎、为什么我这个训练的？ 这么快呢？或者说这个显示出来的东西啊这么多呢？因为啊，我把它的显示，我们看，我们 display 是每十次迭代就显示一次啊。通常情况下，咱们不每十次就显示，咱们要把它进行一个改变。因为呢，我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所以说这些东西啊，就是怎么快怎么来了，但是并不合适啊。咱们通常情况下，这个 t e s t iterator 它刚才说过了什么样合适。然后呢，display 啊，通常是一千次或者是五百次一次显示是比较好的。 在这里呢，我看第十次迭代，然后第二十次迭代，慢慢啊，它就会有第三十、第四次，直接一直到迭代一个五万次或者是十万次。可以看啊，就是说咱们现在迭代速度怎么样，是非常非常慢的吧？为什么非常慢啊？因为咱们是用 CPU，而且还是加上了一个虚拟机呀、啊。用这种情况下，你去训练网络啊，可以说是不太现实的。那么这点给大家来记一下。 哎呀，我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网络训练吧，因为很多之前很多同学啊都问我网络训练的速度跟什么相关，跟什么最相关。首先啊，咱们不说硬件，咱们不说硬件的东西，咱们只说跟一些配置文件。首先来说，就是说你的网络的一个。 模型大小，比方说你用 AlexNet 或者是用 VGG，时间肯定是不一样的。AlexNet 它只有八层，VGG 呢有十六层或者是十六十九层的。你网络结构越真呢，会使得你的一个速度会越慢的。网络越大，速度肯定越慢。咱们用 AlexNet，比方说迭代一百次用个一分钟，那么你用 VGG 迭代一百次，差不多需要五分钟，可能是达到一个五倍的比例。 这是啊一个网络大小，还有呢，就是说你的一个输入的大小啊，一个数据输入，数据输入的大小啊，比方说这个咱们现在是一个二十七的吧，二十七乘二十七的，那么二十七的和二十七的和一个三十二乘三十二的，大家说哪个快啊？很明显三十二的快吧，但是呢，这个二十七乘二十七的要比三十二乘三十二的慢多少倍啊？不是一个十倍的概念，可能要慢。 可能要慢上百几百倍啊，不是上百倍了，可能要慢几百倍。也就是说，咱们的一个输入啊，对最终的一个网络迭代速度结果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其实是最主要的影响，哪个影响更大？如果说一和二来说啊，我觉得就是说二是影响更大的，因为一个输入数据的大小啊，对最终的结果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输入的越大。 输入越大，网络会越慢，而且是非常慢的，越来越慢啊！就是说，咱们的一个输入大小对最终的结果、啊、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呢，就是一些，比如方说你是做了 L N D B，会使得你这个加载的快一些；不做 L N D B 啊，可能会更慢一些。但是啊，主要来说就是这两个原因是影响比较大的。 咱们再来看一下，哎呀，现在终于已经是迭代了到了六十次。我们看这个 loss 值还是在下降的吧？一开始是等于二点多，然后迭代十次、迭代三十次、迭代四十次，它的 loss 值啊都是在慢慢下降的。但是它下降啊，肯定是一个浮动的，它不可能是一条线直接跑下来的，肯定是啊这样一种规律，就是说浮动会浮动有，然后总体的趋势啊是呈一个下降的趋势。 那么这里呢，咱们现在 batch size、啊、取的比较小，建议大家啊，这个 batch size，咱们实际训练的时候啊，再取的大一些，取六十四或者是比是比较科学的，或者说是更大一些啊，也是可以的。取个二来说，这个 batch size、啊、根本是不可取的，因为您每两张图像就更新一次梯度，啊，这个显得有一些力度不太足啊。因为是为了演示，所以说我调的小了一些。如果说大家实际在训练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改成这个六十四，或者说改成更大一些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一个网络训练的模型啊，这个模型啊，咱们就看到一百次吧，咱们就不看了啊，因为咱们要看到五万次迭代也是不太现实的。一会儿呢，我会拿一个训练好的模型去给大家讲这个代码，咱们该怎么样去写。其实啊，到现在为止，咱们已经是完成了。 呃、嗯，完成了一部，完成了一些部分了吧？咱们已经把这个数据源给它制作好了。数据源制作好之后呢，接下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啊，咱们要不断的去训练模型。在训练模型的时候呢，咱们就要来看一下，比方说，嗯，咱们训练个五万次，咱们每一万次去看一下当前的一个 loss 值啊，有没有进行一个收敛？如果说没进行收敛怎么办呢？要调，要调什么？最好就是调一下这个学习率。 比方说一开始零点零零一，哎呀，现在比方说最后没有收敛，或者是最后过拟合了，怎么办呢？咱们给它调的再小一些，零点零零零一、零点零零零五，或者说是再稍微小一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遇到一些错误，比方说 loss 值不下降了，这个 accuracy 呀值太低了，或者是一些任何情况下错误，咱们该进行一个检查吧？怎么检查？首先第一步先看一下你的数据有没有问题，你的数据啊是不是一些。 数据啊，是不是裁剪的不好呢？然后啊，你的春 T I T 里边，它是不是这些 label 啊对应的不正确呢？咱们第一步啊，一定要先检查数据。检查完数据之后啊，咱们再来看一下你的 L N D B 啊做的有没有一些问题。最后呢，才是去检查一下你的这个超参数配置怎么样。如果说你比较自信，那么直接去改这些超参数啊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就是咱们一个制作网络模型的流程。最后呢，它会帮你啊，比方说。 迭代到了一个一万次之后，那么会帮你啊把这个模型保存到这个 model 里边，就是这个 model 里边就会有你存的一个 coffee model 了。好，那么这个、啊、咱们就不看了，咱们就是一会儿呢，咱们在写代码的时候啊，会拿一个迭代五万次的 model 啊，咱们就不等这个五万次了，直接我拿一个现成的拿过来就好了。怎么样终止这个训练啊？直接。 呃，直接 c t r l 加 C 就可以了。c t r l 加 C，它会把这个命令杀死。然后呢，比方说你当前迭代的到了第一百一十九次，它就会把第一百一十九次的模型啊保存下来。我们看它的一个大小啊，它的大小还是非常大的吧，是有二百多兆的。好，把它删除掉，把它再清空一下。那么一会儿呢，咱们就来去实际的啊，去完成这个人脸检测的一个代码书写的任务。